考你们个问题，天上有什么肉，地上有什么肉？是不是要买龙肉啦？老买龙肉，能不能和谐点儿？LV 肉，这玩意儿挺好吃的。谁做？你给我干啥？我不会。挺简单啊。真的不是就跟卤牛肉似的，中国肉这不得比卤牛肉好吃？高压锅卤半小时就能吃，结束了，简单吗？啊，不做火烧啊？我也寻思做火烧呢，火烧都不会，还冷着暖和呢？你会是啥？你这你快点的，你现学现卖。如果中午吃不到火烧，这屋必须走个人。咋上网课呢？五百克中筋面粉，五克厚打粉，60克油，五克盐，30克糖，缓慢加，然后那个一点点揉。你确定这个火烧啊，就得这种软软糯糯啊？醒发完了，刷油酥，抹匀，哎，边抻边卷，哎，啊。做东西啊，这还得边做边学着。小心使得万年船嘛，完事儿，天赋型选手。哎呦妈，快整吧！把鞋垫子放进去，上烤箱再烤一下。最近我发现转转二手相机特别划算，这款佳能600D 操作简单，适合新手，加上镜头才卖1900，关键在转转买二手也有保障，他家官方店很靠谱，每台相机都经过专业检测，上面手机也很不错哦，真心推荐，买大牌二手就去转转。哎呦我闻到香味了，我是真烤。哎呦我，哎呦太成功了，我太牛了，看看我的驴肉，我哦，哎呦来点青椒，哎呦，肉不劲儿，哇，你好多层啊。展示，没想到啊，学成了吗？这不是？哎呀，咱自己下手吧。报告叔，看来小命保住了，吃的都热火朝天了。再给你们滚点生滚驴肉，这能好吃吗？尝尝你就知道了。哦呦，嗯，这么配绝配，我告诉你，品鉴是一吃一个不吱声。这驴肉做明白了，你这玩意儿我吃仨了，整这老些呢？你跟我吃烟呢？驴肉配着小辣椒，这才叫驴的诱惑。人不逼一下，真不知道自己怎么学的。学的不也挺好吗？这玩意用学呀、啊！我眼瞅着你跟教程学的。我教程学的那生滚牛肉的教程。哎呦，我的录音在聊天。你当我傻子呢？你当我傻子呢？